2019年6月29号星期六下午3点整，由佛州华语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五届潮童星国际少儿模特大赛美国佛州赛区赛事在奥兰多俄美武术馆隆重举行。本次大赛得到了奥兰多第一银行、麒麟地产公司、刘信赫律师事务所、OZ 橱柜公司以及俄美武术馆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据悉，本次大赛北美赛事由波士顿国际传媒、密歇根中文广播电视台、佛州华语广播电视台以及加拿大赛区四地共同主办。潮童星少儿模特大赛创始于2015年，每年3到7月举行，全球百大赛区同步启动。大赛报名人数从2015年5万余人次发展到2018年50万余人次，逐年递增。这是一个面向全球招募优秀少儿模特资源的顶级品牌赛事，是发布时尚童装流行趋势的前沿窗口。此次大赛的主题是与爱同行，为爱而赛，希望通过比赛向社区推广爱心项目，希望我们的小选手们在参赛过程中学会关爱与感恩，传播爱的力量。该大赛秉承不为攀比，不为高调，只为让更多的孩子走上一个更高的舞台，从而得到锻炼，收获更多的自信。此次大赛佛州赛区的3位评委都是专业的 T 台模特，有着多年的时装秀经验，他们分别是 Mutina Passion、 Imari Spinner 以及 Tandy Obona。 佛州赛事由佛州华语广播电视台坦帕分台台长薛卫女士主持，佛州华语广播电视台台长、国际福伦社奥兰多龙社社长王栋先生，奥兰多华人协会理事长魏九峰先生，佛州顺电空调总会董事长黄家顺先生，俄美武术馆负责人王燕女士，奥兰多华人协会名誉顾问 King Cajun Franchising 集团负责人冯国强先生等嘉宾均到场支持。本次佛州比赛选手的时装潮服展示都是自选，共分为3个不同年龄组，分别为3到6岁、6到9岁以及9到12岁。每位选手都需要独自走红毯展示自己，评委将对选手的形象条件、舞台表现力、服装搭配、台步以及造型等进行综合评分。参赛的13位选手最小的3岁，最大的12岁，每位选手都非常自信地走上红毯，向评委和观众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这些可爱的参赛选手中有长相甜美的金发碧眼洋娃娃，有冷面性感美少女，有时尚超级小潮男，有健美有型墨镜小酷哥。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连3位原本严肃的评委都忍不住满面笑容，连连拍手称赞。现场观看比赛的家长甚至比孩子们更加紧张，充满期待地观看比赛，希望自己的小宝贝可以在比赛中有超常的发挥和完美的展示。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to the contest today, and thank you judges for making this event so wonderful. We are so honored, so glad to have you here today.